妹妹喜欢吃的云南，走，我们进去。妹妹，你是要吃牛肉的，对不对？哦、oh, ，It's okay。你是要吃牛肉跟那个奶油饼，是不是印度甩饼？啊？你要印度甩饼，那妈妈吃酸汤面，然后你要。不要辣，不要辣，不要辣的，你吃叉烧加。你要河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是。要哎，还有牛。不是牛杂，是牛肉片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河粉。啊？那应该可以。你要煎过吗？好酸的感觉。酸汤面。它的味道酸酸的。有啊，是酸汤面，有点味道酸酸的。干辣椒跟蛋。跟木耳，闻起来你要点两碗啊？爸爸一碗，你一碗啊？我只有一碗。哦，你爸爸再分一点嘛。哇，你爱的牛肉河粉。这是牛肉蘸酱。哦，谢谢。还有蘸酱。妹妹，你爱的甩饼来喽。没有吗？今天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哎，你推荐给大家吗？推荐。那你最推荐什么菜？这个，好，说拜拜，拜拜，牛奶，牛奶啊。